在这里又怕什么？对呀、啊，我跟你讲，应该是因为怕老公看到才走开的。像你看，我也录他，你看，对，你直接放旁边，对，你们两个多美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就是要这样子，不公平，公平啊。那你就倒啊。哇！莎莎爱你，一讲公平不公平？好，来这里。好，带过来这边。好，来，看这，大家看这里。啊，有差一点点，就是要差一点点才有进步空间。掌声鼓励！啊哈！太厉害！为什么打？掌声鼓励！这就是技。